小 S 常常会在网上分享和三个女儿之间有趣的事。23号，她发出一篇文写下：“我老公问徐老三，你有比妈妈高吗？”她说没有，但我颜值比她高。面对自信的徐老三，小 S 回击：“我看还好啊。”直接放上一张自己像名模的美照，对比徐老三还是婴儿时期没头发用手把脸抓皱的照片，根本就是完胜。照片一出，连好友蔡康永都看不下去，跑到底下留言：“你真的很没有武德耶。”后面还配上一个翻白眼的贴图，不讲武德。小 S 则回应：“这是母女之间的孝道之争，跟武德无关。”大女儿也忍不住留言：“心机姐。”小 S 搞笑的说：“对付你们，妈妈能不出阴招吗？”底下网友全笑翻，直呼果然是 IPSS， 什么都要比到底，连自己的女儿都要 diss， 不管怎样就是要赢啦。只是不知道，如果徐老三看到这幕妈妈出卖女儿的大戏，心里是作何感想嘞？